欢迎光临来到 Graz。Graz旅游区都有中文的信息，很好用。这一个双旋转楼梯是连接 Graz 15世纪两栋的城堡，我们现在就上去看什么情况。走上来一定要慢一点走，没有头会很晕。这是世界最奇怪的建筑之一 Kunsthaus Graz， 是 Graz 的艺术馆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在这一边的感觉就像在一个飞船怎么样，这边一个洞一个洞的呢，就是外面看到的窗口。而在这一个窗口呢，我们可以看到 Graz 的地标。艺术馆的这一部分就是叫针，在这边可以看到 Graz 的风景。我们现在去参观世界最大的军库。这一个跟我的大小差不多，可是我绝对不会悬吊穿，穿起来一定很重，走两步一定会倒的。我们现在到了 Eckenberg 皇宫，它也是属于联合国教科文世界遗产的地方。这个 Eckenberg 皇宫当时是 Hans Ulrich von Eckenberg 1625年建筑的。用这一个皇宫，他当时呢想表现他的权力。而这一边呢就是他最重要的房，他当时想建筑了他自己的宇宙。哇，在这一个小教堂就可以主办婚礼。希望你们喜欢我们介绍的 Graz， 欢迎你们来 Prost。 Thank you.